大家好，我邢燕，我今天又要来卖玫瑰花了。看一下，我今天拉了这么多玫瑰花。今天去那个不是，去采这个玫瑰花的时候，不是有跟大家直播吗？结果我就挪了一下车，我把那个手机放在这旁边，然后就挪了一下车，然后就被禁播了。然后我今天就又来这里，现在是下午的1点多，我已经在这边看一下有没有位置，结果来了都没有合适的位置，所以说我们可能今天下午就会随便摆一个地方，然后去摆摊。在这边的话，待会儿我小娘她还是在这边，然后我觉得今天可能效果不太好，应该在这边，所以说我待会儿会拉着，就是他拿一些，然后我就拉着这些玫瑰花，然后去那个小学卖了之后，我们又去昨天直播的地方，然后去买，看今天能不能有希望把它们卖掉。但是我觉得今天可能会比较困难，不过也没关系，今天卖不完，明天又接着卖吧。其实他回去一养的话，就是放在水里面，明天也会很新鲜的。好了，走吧，我们一起去摆摊。把这个报纸裁剪一下，因为这个报纸太大了，有点浪费。如果每个人都用这么大的报纸，我怕它给它对折几下，然后给它裁剪好，待会儿好直接包花，到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了。现在那个还有点晒，所以说不敢把那个花放在太阳下面。就我们现在就放在这个树荫的下面，来看一下我们这边今天的天，好蓝好蓝。现在全部给它遮阳，这种砍掉的鲜花的话，如果在太阳下暴晒，很快就全部脑袋就搭起了，所以说必须给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。后来遇见他，陪我春秋冬夏，愈合我的伤疤，大概我会一直幸福吧。我现在已经收摊回家了，现在放一些水，把那个玫瑰花给它养着。还有一双、两双、三双、四双、五双、六双、七双、八双单。花上单的话还有17只没有卖掉，今天还是不错的整体，然后今天拿了1000只，还有昨天剩的那个50只，有60只，60多只好像是，1060多只，然后现在只有10几只了，今天整体收益还是不错的，我要去休息了，拜拜。